是哥们儿，这游戏该怎么玩啊？来，我们先走这道门。我的哥，前面就一个炸药桶，我们必须赶在爆炸之前把引线给踩灭。但是这个时候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，只是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我的哥，我去，好，赶紧跑。来，再来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又到了塔顶啊，来往下跳，随便选一道门，因为每道门后面都有暗藏玄机啊。哎，小蜜蜂啊，这我还拿捏不了你吗？我直接开锤。去世！我勒个豆，我被老鼠夹夹死球了。再来，选一道门，又是小蜜蜂啊，但是这次咱们不要放松警惕，因为地上还有个香蕉皮，头顶上还有个大锤。我勒个豆，哎，成功通过。来下一道门，这里有个开关，咱们直接打开。所以有的门后面不一定是暗藏玄机啊，这次咱们就很幸运，找到一个队友。来吧，好队友，咱们一起走。这边又有三道门，随便选一道。炸！问你嘛，不是这什么情况？这么多炸药桶！我去，赶紧踩，赶紧踩！上面的踩不到啊，兄弟们！完了，来不及了！不行了，赶紧跑！这谁顶得住啊？没事，兄弟们，这次我一定要活下去。来，三道门随便选一道门。不是，一个尖嘴猴腮的小猴子，你干嘛？想打架吗？直接给你两坨子，嘿！哎，我们还可以拿在手上，把它当做武器，兄弟们。来，我们继续打开下一道门。我尼玛，防不胜防啊！再来，三道门选一道门，两个小妖打不过，赶紧跑。这一道门能不能给我带来惊喜呢？我跳，躲掉一个第一次。哎，这边有贩卖机啊，但是我们身上的钱不够。不是，下面有个谁啊？你谁啊你？这是啥？果冻、香蕉皮，直接往嘴里塞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又找到一个队友啊，是个女巫，从此走向人生巅峰。你们猜这女巫有多牛？看到没有，她能丢炸药啊！我再给你一拳，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这啥意思啊，兄弟们？怎么这么多机关啊？前面门又是锁着的。等一下，让我想想啊，一、二、三。嗨，没事儿，兄弟们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先进这道门。哎，前面有个宝箱，里面有什么？哎，一个帽子，兄弟们，往回走，进第二道门。来，直接开打，把他俩按在墙角打，打死了一个，把他抓起来当武器。哎，一件衣服啊，兄弟们，现在终于有穿的了，开始好起来了。来，第三道门，不是什么情况啊？他又来了，没事，往回跳啊，这次。我去，我尼玛，这算不算是花式死法？兄弟们，遇到别人给东西，千万不要随便乱喝啊！你看这老巫婆给我一瓶可乐，我想都没想，直接拿着就喝了，反正是免费的，不喝白不喝。来，第二次遇到他又给我了一瓶绿色的饮料，之前是黑色的，这个绿色的应该能喝吧？来，直接一口闷，兄弟们！奥利给，干了，兄弟们！问你们，我变绿巨人了，不过虽然我好像变绿了，但是我也变强了。哎，又来了，兄弟们！前面有个坑啊，这次咱们把握机会。我勒个豆，我啥都没做，他自己把自己撞死球了。这下终于好起来了吧？我们现在有武器，还有衣服。没事，就算没了衣服，你看我这大锤，一锤，两锤，哇，就是得劲儿啊！我去，不好意思，他在上厕所，兄弟们，被我们看到了，他好像恼羞成怒。来，等他出来。我去，我的帽子！我去你丫的！